现在我在我的房车里准备做一顿饭了，然后刚才看了一下冰箱里面就剩一些前几天剩下的菜了，我决定把这些菜呢给它和一和，拌成一锅凉拌杂烩菜。做饭之前我想先洗一下衣服，因为最近天气很热，所以每天都出很多汗，一般呢我就有时间的话一天到两天就会洗一次衣服。然后我的脏衣篮里边已经有几件衣服了，然后刚才一起在洗澡，是不是我的画面刚才拍到一起的身体了？他把衣服就扔在了这个地上啊，我帮他洗掉，让他没有衣服可穿。嗯，你为什么这么幽怨的看着我？好吧好吧，我去洗衣服，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洗衣服的新装备啊。之前说过，但是一直没有拍好像，但是其实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是我的一个新洗衣机。以前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厨房的这个桌子下面是放我那个壁挂的洗衣机的，因为它容量很小，然后又很占地方，我把它去掉之后发现这个空间好大呀，我可以放很多的东西，尤其其实我也是在做饭呢，有很多的厨具什么的，这个空间放了很多，然后这个还有柜子，底下也有我的锅啊什么的，就很多的大东西。其实厨房需要储存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把这块空间给它释放出来了。然后我洗衣服啊，尤其是一些床单被罩需要更大的洗衣机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单独的一个洗衣机。咱们现在出去看一看吧。这个洗衣机是4.5升的，还是非常大的，看一下它的容量很大，能够洗床单被罩。就是我还是觉得床单被罩要经常洗的，你拿外面的洗，一个是不干净，一个是就是老是找不到好的这个洗衣机，所以我就自己买了，就随时想洗就可以洗。这个就是感觉不在房车里面放是不是不方便，其实还好，就一般如果你不能够拿出来洗的话，说明你也不方便洗衣服，如果能拿出来洗的话，那你就一般可以放在这儿好的好长时间，天天洗了。那我现在就来演示一下我怎么用这个洗衣机啊。先把这个电线给它接好，我的这个房车下面有一个线轴，然后下面就是接水，这个接水必须要用这样的头。把它拔下来接到这边，塞不进来呢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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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都听不见，我这个车隔音太好了啊！我觉得我需要一点帮助，老公，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插不进来这个，这个头插不进来，这样你帮我看一下。我的电套找不着了，老婆。是不是等会儿再给你拿？你看，我教给你啊，它这儿有一个这个，你要往里推一下，这个再插。啊，插好了。插好了。好，然后就可以连接我这个洗衣机上面这个管子了。嗯。哎，对。然后就可以啦，我就把另外一头那个水管打开就行了。这边我们是一直连着水管的。现在就把它打开，然后水就从这个水管一直就接过来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洗衣服啦。我们把这个电源打开哦，这是个触摸屏的。然后放衣服吧，我看看我放什么衣服呢？先洗一起的吧。等一等。机器裤衩了，然后剩下的都是我的我想单独洗，或者把我这个黑色的跟它一块洗吧。好了，衣服都已经放好了，我就放点洗衣液吧。放多少每次都好难把握呀。可以了，盖上盖子，来设定一下。我觉得我这个衣服呢，其实就标准就可以了，快速其实也可以，不过一起的衣服汗比较多，就多洗一会儿吧。然后启动，这个水它就自动接上来了，非常方便。
可以打开看一下，已经接水了。好，洗衣服事就搞定了，就放这儿吧，洗好了再去晾。下面我就得开始做饭了。这个刚从冰箱看了一下，有这个紫橄榄，然后红椒、胡萝卜、黄瓜，这个饭盒里面还有秋葵和荷兰豆，但是感觉好像放了两天了，不是很新鲜，应该没事吧。然后还有苦菊，苦菊也坏了一些，我都摘掉了，现在就是一些比较好的芯儿了。做个凉拌菜，黄瓜洗一洗。这是今天晚上主食吗，老婆？嗯。是什么？魔芋面。魔芋面，也是魔芋做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吃吧。吃。老公。哇塞。都是素的，都是减肥的。我跟着你一块吃草。吃草可以，有那个鸡胸肉的也不长胖，你吃吗？我给你切点。不吃。是吧？嗯，就我觉得你平时吃的够了。嗯，其实你看最近大家都说你对吧，肉眼可见的瘦了，所以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些鼓舞，我觉得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减一减，试一试。干了这碗大拌菜。